来了，来来，妞妞，来自于我们呢特别的一个，我们这个要好好介绍一下，特别的活物，来自于我们特别的地方。笑什么？我来阿弥讲，我就敢跟我代志。有啥咪？我哎呀，明儿吐嘞，吐嘞讲。没，我离你就远嘞，我惊你吐的。我中听。来，介绍这一个团队。来，认真的欢迎我们的梦幻火舞秀。来自我们的肉色，那是在地哦。来，让我们在地一个破声好不好？哇，也是女孩子啦。哎呦！哇，这个好危险的动作，朋友们可以欣赏，不能学哦。来看看，火舞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哦。结合了我们现代不一样的。从来不问对不对，听我内心指挥。你说我的爱很珍贵，如此的不顾一切，谢谢你贴心追随。有些事我需要告诫。那天我美丽的小雨，当你相信了命中注定，你说我像你相伴生命。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我们完美的默契，是我为了得到你设了陷阱。可否爱上你以后，来烧鸡给我们，来我们梦幻火舞秀，带领着我们即将要带入我们的下一个高潮的阶段。我觉得如果是我在玩的话，应该可能头发烧光光，或许吧。我现在这些来同学们非常的厉害啊，你值得有练过。非常的热哦，你看看都是火，好热哦，火上水深火热，真的，哇！谢谢我们的同学，非常精彩。我们现场的朋友，请您可以看，但是千万不要学，是真的是有练过的，姐姐哥哥都有练过，同学们、小朋友们，这个时候我好怀念夏天的游泳池。在今天的一个热情，哇，谢谢，超厉害的，哇，他们挥舞的这个火把非常厉害，舞出了他们热情的一个呢太子舞蹈技。好，我们的一个呢年轻人最喜欢的一个创意的舞蹈。地点的地方，请上路战场。我只是公平，你是独生女王。哎，唯一的女孩子哦，来看到了没有？哎，这超厉害的，我曾经在国，我就在国外有看过，在台湾我们目前没看过这么年轻的小朋友在玩，对，超棒的。再一次给我们掌声。
鼓励好不好？谢谢你的掌声。哇，常常说情话是没法欣赏，你的头发要小心啊，话要小心又假，我担心你的头发，我担心他也对你绑架，随时任性，没关系，他头发有好几万只，哦哟，哇，近距离的接触太厉害了，别看都感觉很轻松，真的很困难，他们的背面都很多灼伤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为什么要穿着短袖的？因为怕烫到，不是，已经被烫到好几次了，都是发红。这个我要穿长袖的，真的。我有练过，所以我知道。你看一下。哦谢谢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热舞社带来了我们的特别的节目，就是我们的梦幻国舞秀。有没有看？让人家呢可以看的是目瞪口呆，是真的。再次感谢同学们带来精彩的一个表演，梦幻国舞，哇，太赞了！你说我。你为什么没有把我吃掉？